占地面积3000平米的河内大剧院最近换上了新衣。河内大剧院投资对音乐园进行修缮改造，成为露天表演空间。露天空间已给观众带来舒适的感觉，让观众在充满浪漫的空间中欣赏各种音乐类型。今后河内大剧院将同各家旅游公司配合开发欣赏音乐和探索河内大剧院的旅游线路。为了继续发挥河内大剧院的职能和任务，大剧院领导已责成艺术表演和文化活动中心制定适合的计划，正在服务国内外游客。此外，音乐园还推出与民族乐器相结合的文化活动，旨在保护和弘扬文化，让国际游客更加了解越南民族传统音乐。特别，河内大剧院还同各国驻越大使馆配合，使各国音乐走进越南观众间。在这么浪漫且美丽的这一空间里，我们希望能为观众们献上最美、最好听的节目。不仅欣赏音乐，在河内大剧院，游客还可以探索该剧院富有特色的建筑风貌，有望成为河内市别具一格的夜间旅游新产品。